哎呦，阿喜怎么了？啊！哦，今天大涨哎，结果被我爆了。我的耶！你怎么办？嗯。哦。这些应该算等级的问题吧。所以就这么那一晚。好，不会画了。来，今天直接来啊。过来洗莴苣嘛。凤梨。那凤梨在此时此刻已经涨到了 4% 哦，乘以4倍的价格，买得起。如果你特级，但特级的不可能啊，我们就讲上级的。你上级的一颗就是11000，那中级的更不用讲，5800。那嘛就是哦，你如果你要5800的话，你就是5800，然后你改乘以10，如果你卖出10颗的话。你们是不是就50000多了，58000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应该在想番茄吧？哎，连小番茄都出来了，我觉得它炒鸡好慢。我守在没有你的旅程。啊，把白萝卜弄一弄好了。一个人去远方。啊？我们今天手游就，哎呀。手就到这里了，嗯，三个就卖出去，嗯，反正你看一下我的 percent XP。